披薩不好吃。好吃啊。披薩不好吃。披薩好不好吃？披薩我假不？你拄啊食迄个披薩？
今天的午餐就是这么简单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来，先试一个口味看看，帮我锯一下吧。主要是这一块，帮我锯一下。好。味道不错。哎，我说这次都没有加盐巴过去。
加两杯都差不多吧。就这一次面皮还可以。很软。披萨不好吃，好吃啊！披萨不好吃，披萨好不好吃？披萨我讲，你拄仔食迄个披萨。